你看着没，对面这个电力家出来的人都抬的抬出来不行了。你看这哥们崩的，你看崩的满脸血，老了伤的了，看走道崩的，快来人呐，快来人呐，这车全崩碎了，真的房子。不知道哎。海淀二院楼刚刚巨大爆炸，巨大爆炸，去搞什么试音那个呢啊，上修。练练练会儿四关，四关啊。这个是不是什么这弄花了蛮亏了了，真的咱好在这就好在炸上切那多好呢。他的切了呀，他也没说这切了呀。你也别来了，你别来了。什么这弄花了蛮亏了了，真的咱好在这就好在炸上切那多好呢。自己底下放啊，对，只有一人受伤，就一个那个脚扭伤的，在撤离过程中就脚扭伤，这个现场这个明火的一个处置，还在控制中，现在事故原因还在这个情况还在调查中。